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炮。今天呢，我们去菜市场买了点五花肉。等一下，我们做一个西北名菜，糟肉配点花卷，美美吃一口。肉呢已经清洗完毕，我们先跟肉先煮一下。放点葱段、姜片、加水，把肉先焯一下。加点料酒，煮开之后舀去浮沫，舀去浮沫之后，我们放点香料，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小茴香放进去，放点盐，把肉煮半个小时。哇，可以了，捞出来。肉切成薄片，咱们用点那个豆腐乳，来几块豆腐乳，豆腐乳汁来一点。对，五香粉，把调好的豆腐乳倒进去，把肉搅拌，充分搅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把肉啊，拌好的肉装到碗里。好，我们把糟肉放进来，放点葱、姜、还有一碗葱姜。你们乖乖的在这里蒸桑拿，咱们一个半小时之后再见。我们放几个花卷，再蒸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啊，糟肉，先吃一个，不知道成不成功，这个也是第一次做。哇，那个肉。给你们看，尤其是吃这种肥肉，相当的好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这种肥肉最好吃。
好吃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等大炮分享西北名菜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